纯冷凝式的一个气体冷凝回收设备呢，是目前各种使用方法中清洁经济的一个回收方法，具有很强的一个技术优势。重点在于回收有价值的有机气体，如二氯甲烷、汽油、苯、二甲苯、醇、丙酮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使用的可靠性。VOCS 冷凝回收设备呢，它的一个冷凝部分呢，把常压的一个气体呢，通过多级梯度的一个降温，气体的温度处理呢，最低可达零下115度。高浓度的气体呢，一直处于低温场的呢，处理过程呢可靠。另外就是 PLC 控制柜等设备呢，均安装在撬块上。PLC 控制柜和配电柜独立设置，控制柜的一个面板呢配有显示屏，具有运行参数显示、报警显示和控制参数的一个修改功能。第三个就是运行的一个节能性，系统内部呢对于气路、液路的一个冷量呢进行充分的一个回收，设备智能系统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智能量，全部呢用于克服需要回收的一个气体从气体变为液体的一个气化潜热，无需多余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浪费。低温冷凝箱的一个隔热设计呢，有很强的一个保冷的一个措施，确保低温状态下的一个保温性能良好，不负荷的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下待机，每90分钟到150分钟，制冷系统呢只需要运行10分钟。第四个呢就是操作方便。VOCS 气体冷凝回收设备呢，设备操作简单，运行维护方便。设备呢无人值守运行，日常运行及维护呢，除耗电外呢，每年呢只有1到2次压缩机的一个保养，